1985年2月9日，中山港客运口岸正式通航。经营中山至香港水路旅客运输的中港客运联运有限公司应运而生。中山港北连广州、毗邻港澳，地处横门水道南岸，与香港的水路航程46海里，极尽天时地利人和。随着中山、逸仙湖、翠亨湖、綦江、新中等5艘具现代化设备的豪华高速双铁客轮的相继运行，中港客运早已拉开了第一次跨越的序幕。2002年，中港客运客运量从1985年的20万人次突破到10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取得了良好的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1997年7月1日，中港客运的中山号光荣承担了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出席香港回归祖国交接仪式活动的水路交通运输任务。中港客运，匪名远扬，享誉粤港澳。